is awesome. 强看强场片，不少人来戏院排队买票，但有更多人是选择方便的网络订票。不过网络订票现场取票，有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。正在上映的电影《侏罗纪世界》在端午连假中吸引满满人潮，一家戏院一天就开出十多个场次。只是想看电影，买票得大排长龙不说，有时候还买不到自己想看的场次。如果很热门电影的话，应该早上八九点出来买，只能买到十一二点的吧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不少民众干脆上网先订票，开演前再到现场取票。但是各影城规定不一样，有的是规定得在开演前30分钟取票，超过时间直接取消订票。国宾则是开演前后都能拿票，但没有拿票的话直接扣定金。或者是大型订票网站在开演前都能取票，但必须先刷卡付费。只是就算影城有开设网络订票取票的专属柜台，但有时候人一多，取票人就得等上超过30分钟。如果看到就是现场订票如果很多，我会干脆就直接排，出门到一个小时，我宁愿。就怕预时取票被取消，民众只好提前至少一个小时到场。而过去也曾经多次发生队伍太长延误取票的投诉案件，提醒民众若在现场发现排队队伍太长，可以先行告知现场工作人员完成取票，避免打坏看电影的兴致。记者林东明、詹宏台报道。